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我们来看这个课本十四页啊，讲到第五啊，这个讲《般若经》的原因缘起。那第五是说到，那他我们看到第二行啊。他前面是说到啊，那么有些众生善根成熟，应该得度啊。那通常应得度的都是善根成熟的。那我们说过，佛度众生，基本上把众生分为三类啊。那么第一类就是善根成熟的，那么他这一生可以得度。第二种就是有善根，但善根不成熟的，那么要为他成熟善根。第三个就是没有善根的，那为他种下善根啊，那基本上是这三类啊。那佛弟子里面善根成熟的比较多啊，那外道中也有善根成熟的，但是啊，就是没有善根的比较多啊，其实是这样。所以佛多为弟子说法啊，其实是这样。好，那么因为有一些人应该得度啊，就是善根成熟的。那以佛大功德智慧无量，难知难解啊。但是因为多数的人啊，我们这里说到为恶思所惑，心莫邪法，不入正道啊，就是他的缘不好。通常你虽然有善根，但是你的善缘不好啊，所以很容易被误导啊，被误导。那就是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的，所以所谓被误导就是法说非法，非法说法啊，基本上是这样。那么佛说非佛，佛非佛说佛啊，这个在大乘里面也有这样说。那么他说，因为这样啊，所以要为他说般若波罗蜜啊。他说，为是被人起大慈心啊，以大悲所受之啊，令入佛道。是故自现最妙功德，出大神力。好，那他这里引了般若经的说法啊。那这几段里面有些说，有些是引般若经的，有些他这个课本里面啊，那么他把它标成书名号《般若波罗蜜》的，这个并不是般若经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啊，比如说第六个下面。啊，那么《般若波罗蜜》中啊，那么跟第四个啊，那么这个佛住般若波罗蜜实相中啊，那么清净如虚空，无量无数，这个是显示这个般若波罗蜜的。那么这个并不是指《般若波罗蜜经》啊，那这个我们要稍微把它分一下啊，这个等到第六个时候我们再来讲。好，那现在先讲第五个。那么这里举的般若波罗蜜初品啊，当然就是般若波罗蜜经啊。那他说这个在般若，我们只要讲到般若经或般若波罗蜜，基本上就是指鸠摩罗什翻的30卷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那么他在续品啊，这个在卷一啊，就是般若经一开始卷一，他就讲佛入三昧王三昧，从三昧起，以天眼观十方世界，啊，举身毛孔皆笑，从其足下千佛轮像，放600,000,000,000种种色的光明，从指足上，啊，那么乃至肉髻啊，从最脚底到最头顶，处处各放600,000,000,000种种色的光明。啊，就青色、黄色、赤色、白色，种种色了啊。
普照十方无量无数如恒河沙诸佛世界，啊，令皆令大明。好，那么他底下说啊，那么入这个三昧有这个境界啊，那么从三昧起，那么才讲般若波罗蜜，断众生一切的疑解。好，那说般若波罗蜜经。那这个般若波罗蜜也可以讲说是能够令众生得无上道的、得解脱道的法啊。那一般来讲，我们确实的说，并不是只有《般若波罗蜜经》里面才有般若。那么佛说的一切法中，多数都有般若，就是能够解脱的，就是真理跟能够证得真理的方法。就是什么是真理，如何证得真理，多数了。那么少数说的是，啊，我们叫做世界升天之法啊，那个不一定是有般若啊，但是这里讲的般若就是实相啊，知一切法的实相，那并不是在般若经里面才有般若啊，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不过这里因为般若经是专门在讲般若的啦啊。好，那现在我们先了解一下所谓的这个三昧王三昧。好，那这个三昧王三昧，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课。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黑板啊。那通常来讲啊，什么叫做三昧王？等一下我们再来写啊。我们先了解一个概念，就是《阿含经》里面三昧其实就是三摩地啊，其实就是禅定。但是在这个《阿含经》里面的三昧啊，那它有些是比较偏向于所谓的定啊。那大圣里面的三昧比较是在说明定慧均等的境界，比较偏向慧啊，就不太一样啊。那从这个大智慧里面来说，从般若经来讲啊，他把三昧分成所谓的三类的三昧啊，一个就是啊，我们讲般若经卷二十啊，在很多经典里面都有讲啊，他讲啊，就诸佛三昧有声闻辟支佛三昧。那么有菩萨三昧啊，通常就是三乘、二乘、声闻辟支佛、菩萨跟佛啊。那么把三昧分成这三种，那这三种都是圣者，都是圣者，我们叫做三乘啊，声闻辟支佛跟佛、菩萨已经是四个了。那声闻辟支佛是一个啊，声闻辟支佛算一个，这个叫做二乘，这个叫做菩萨，这个是佛，佛是圆满啊。好，那有分在卷二十里面啊，其他的也有说到。啊，那么有讲到啊，像《般若经》卷三啊、卷五啊，《智论》卷二十八，这些都有讲到啊，所谓的诸佛三昧跟菩萨三昧的不同。那他通常啊，通常讲到这个比较上佛的三昧跟菩萨的三昧，那这个在《般若经》里面啊，他提出所谓的百八三昧，就108种了啊，《般若经》里面提到百八三昧。像如果我们讲声闻佛法，就是声闻讲的三昧，那么它也有很多种啊，比如说修四十业处啊，那么或是啊这个最主要的基本上是所谓的三三昧啊。那三三昧通常是空无相无愿，那有些是空无相无作啊，就是它也有一个很多种不同的说法，但是主要是空三昧。好，那空三昧是解脱的。那这个我们来看他讲到啊，他讲到这个三三昧啊，等一下再来讲三昧王三昧、首楞严三昧啊，那跟空三昧啊，他这三个主要的不同在哪里啊？那因为黑板还不得写，等一下再来写。那我们先理解啊，就是在般若经里面，他明显把三昧分成三类啊，一个就是佛的三昧啊，佛的三昧啊，诸佛都一样啊。那佛三昧里面最主要的就是三昧王三昧，啊，这个是诸佛三昧。那么从大智论卷七里面，他说唯佛能知啊，一切众生啊，乃至十住啊，或是十地菩萨啊，其实像早期十住就是十地了啊，那后来就变成五十二个阶位，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啊，像十住毗婆沙论。不是讲那个五十二阶位里面的十住，就是十地，十住就是讲十地啊。那十住毗婆沙其实就是
讲十地菩萨啊，他没有讲完啊，但是就是主要是指十地。那他说乃至十地，那十地在般若经里面，十地之后就成佛了啊，就成佛了。他一生补处过去就成佛了，不能测之啊，就是说为佛与佛乃能就近了之啊，《法华经》说的。那这个是诸佛三昧啊，等一下我来讲。那么依这个般若经，依这个杂经里面讲，这个三昧王三昧啊，那么是一切三昧中王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三个的主要差别了啊。那么他啊，等一下再来写好了，不然这样会乱掉。好，那么另外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啊声闻辟支佛三昧。那他有讲到啊，这个在《大智论》卷43啊，他说这个没有进涅盘的时候啊，因为太多了，我们就写主要的最好。没有进涅盘的时候，有很多三昧，这外道也有很多种种的三昧，但是能够进涅盘的三昧只有一道啊，就是空。那其实基本上它叫做三三昧了，空无相无作啊，那有时候叫空无相无愿啊。那么。就是还没进涅槃就有很多种三昧，但是能够让你进涅槃，就是能够让你解脱的，那么就是空三昧啊。那么它基本上是有三个，那这个三三昧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这三个都是一样的啊，空、无相、无作都能够得涅槃。一种说法是你得空之后，然后还要修无相，得无相之后还要修无作啊，那基本上是一种就是。它是同样的，一种就是它是次第的啊，有这两种说法。但是这里基本上啊，那我们如果看《真阿含》里面的啊，它类似像这样，就是说声闻辟支佛基本上是空三昧，那空三昧其实就是证无我了啊，证无我啊，那无有空三昧啊，便流浪生死，就是说你能不能解脱，取决于你有没有空三昧。如果你有空三昧，那空三昧其实从般若经角度来讲，就是无我，就是你能够知无我，五蕴无我，十二处无我啊，十八界无我，缘起无我，中道无我啊，就这个。那么你就流浪生死，你就三界六道轮转，不得自尽解脱。那如果你得空三昧啊，它文蛮长的，不过我们简单讲，那么你就一定可以得无厌三昧，无所厌故嘛啊，那么你得无厌三昧，你就可以得无想三昧，啊，那么他又翻作啊，他空无厌无想啊，那这里是讲空无厌无作，有时候写空无厌，空，他这里是空无相无作，啊，那有些是空，这个无作基本上就是厌了，啊，空无相无厌啊，或是想想就是相，好，那这里就是空无相无厌啊，那么得无厌三昧就得无想三昧。那么，所以结论，以得空三昧，变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阿耨多罗三藐等于是所谓的解脱成等正觉啊。所以他说，空三昧与诸三昧最为第一。那这个是就声闻辟支佛的三昧来讲，是第一啊。但是如果从这个菩萨三昧来讲，就不是了，它是首楞严三昧啊，首楞严三昧啊。那首楞严三昧不是那个。你念楞严咒得到那个首楞三昧不是哦啊，那个跟那个不一样。有一本经，初期大圣有一本经叫做《首楞严三昧经》啊。那这个《首楞严三昧经》里面啊，就讲到很多三昧。一般我们流传的说啊，这个我们有一本经叫做《法灭尽经》嘛。我们有一本经叫《法灭尽经》啊，这个是后期出来的。那讲到法要灭的时候啊，法要灭的时候从首楞严经啊，那么好像跟般若三昧经这两本先灭、啊、那么后来的人误会了，就认为是我们念的那个阿难摩登伽里那个大佛顶首楞严经那一本经，其实不是，它是指首楞严三昧经。那么首楞严三昧经为什么首楞严三昧经跟般若三昧经先灭啊？基本上是因为他说法要灭有一个现象，就是大家不知道真正的佛法，然后也不修禅定，因为你有定，你才能够什么？你有定，你才能够引发慧。那么大家也不持戒，你没有戒，你修定会有障碍。
你没有定，你就不能引发无漏会。那你没有无漏会，你当然就不能成圣者，那么真理就被埋没。那因为没有，那什么叫做守楞严呢？啊，守楞严基本上就是你能够知道一切三昧的修法。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再烧一下，就是你能够知道一切三昧的修法。那么一切三昧怎么修都没有人知道了，佛法就要灭。啊，那么确实讲的是这个。后来的人误会了，就认为说啊，这个楞严咒能够降魔。那如果念楞严咒能够降魔，佛法就不会灭。佛法会不会灭跟魔没关系，跟你知不知道佛法有关系，跟魔没关系哦，跟你有没有如实修行，会不会修行有关系。魔本来就有，那释迦佛为什么可以成佛？舍利佛目犍连怎么可以得解脱？啊，那释迦佛没有魔干扰他吗？有啊，他为什么可以成佛？为什么那么多人可以得解脱？啊，跟魔没有很大的关系，跟楞严咒也没有关系。啊，那他其实是指守楞严三昧经。那他里面讲到，其实它是一个概念，就是说佛法要灭，那么从守楞严跟那波罗三昧为什么也是？因为波罗三昧就是信行人一见佛而入解脱道的，啊，他是从信行人。那这个守楞严三昧经比较是从法行人，就是对佛法理解，然后修三昧，然后依会得解脱，从般若入的，啊，那么你即使是信行人，他对佛没信心，法行人对法不了解，佛法就要灭。其实讲的是这个。那后来的人误会了，啊，就开始宣扬这个楞严咒，啊，可以灭佛。那么念楞严咒就可以降魔，念楞严咒佛法就不会灭。啊，其实完全误会。啊，那其实他就是守楞严三昧经。好，那等一下我们就顺带讲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很多人是误会的。好，那这里讲到啊，讲到这个三昧王三昧，我们先理解一下，就是因为这个在自论后面都会有讲，那我们是把后面的东西全部拉来这里一起理解。那等到我们讲到后面的时候，因为太多了，不知道能够讲得到讲不到不知道了，但是我们会把后面的先拿过来说啊。所以他这里我们要先知道，因为三昧王三昧完全是佛的境界，一切众生、一切贤圣，包括十住菩萨、等觉菩萨都没有办法理解，只有佛，唯佛与佛，乃能究竟了之啊，就是诸法实相啊，这《法华经》讲的。好，那其实就是诸法实相，就是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好，那这个三种，诸佛的三昧是二乘的三昧，跟菩萨的三昧。诸佛的三昧基本上主要就是三昧王三昧，声闻辟支佛三昧最主要的是空三昧，菩萨三昧最主要的是守楞严三昧。好，那守楞严三昧不是楞严咒的那个三昧，是能够知道一切三昧的修法。好，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解释一下这个。好，我就把它擦掉了。空三昧啊，就是知一切法空的三昧。先了解一下守楞严三昧。好，他说诸菩萨摩诃萨有三昧，有三昧名守楞严。那百八三昧里面，百八三昧里面一开始就是守楞严三昧啊，守楞严三昧是最大的三昧。那般若经讲百八三昧，后来甚至那么到了华严经，主要就讲百万三昧了啊，就非常多。那华严经里面没有看到有三昧王三昧啊，华严经里面好像比较重海印三昧跟华严三昧啊，但是没有看到有三昧王三昧这个名相出现了。好，那般若经里面比较强调这个。好，他说名守楞严，那么形式三昧，就是菩萨依守楞严，那么可以成佛，那么成佛就变成三昧王三昧啊，基本上是这样。好，那么声闻是空三昧啊，那名守楞严形式三昧。令菩萨摩诃萨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这个是般若经里面讲的所谓的守楞严三昧。好，那什么叫做守楞严呢？啊，我们来看大智度论的解释。那般若经自己有解释啊，般若经卷五，何名守楞严？
就是一样般若经啊，卷五。他说什么叫做首楞严呢？啊，知诸三昧行持啊。他说云何而名首楞严？就是很简单讲，就是你知道一切的三昧怎么修啊？你知道，比如说你知道四无量心怎么修，慈心三昧怎么修啊？你知道这个无想三昧怎么修？你知道这个虚空三昧怎么修啊？那反正就是一切三昧你都知道怎么修。那知道怎么修，第一个你自己有成就，第二个你可以教人。那么当所有的人都在修三昧的时候，就可以依三昧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会有佛，就会有阿罗汉，就会有菩萨啊。那么佛法就不会断。那佛法不断，佛法不断，那么魔就不能障碍啊。那么一个一个教一个，一个教一个，这样。尤其是菩萨，那么特别是菩萨，因为菩萨是发菩提心要利益众生的。那么你单单说要利益众生，结果你是怎么利益众生？没有啊，你就是给他糖吃，给他饭吃，然后呢，今天吃完了，明天还饿啊，然后有些有后遗症啊，所以你不能让他得真实利益，佛法的真实利益。佛法里面讲度众生，它基本上是度脱众生的烦恼，度脱众生的烦恼，令众生超越生死苦海，基本上讲的是这个。但是因为你没有，你不知道三昧，你本身不会修三昧，你也不知道教人家怎么修三昧，所以没有三昧就没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没有三昧，没有三昧就没有解脱啊，这个空三昧嘛。那没有三昧，没有三昧就没有菩萨道，没有三昧没有解脱道，没有三昧没有佛啊。所以因为这样，因为这样，那么你如果你有首楞严，就是你知道一切三昧的修法，那么佛法就不会灭啊。其实是讲这个。那么当大家都不知道怎么修三昧的时候，佛法就要灭了啊。其实是讲这个。所以说佛法灭要从首楞严三昧经开始先灭啊。那甚至是波州三昧经，波州是见十方佛的嘛啊。那么你不能见佛，见佛就见法，你不能见法，就是你不知道佛法怎么修啊。好，那如果是大智度论啊，我们来看大智度论有更详细的解释啊。大智论啊，论就是大智度论了啊。那么大智度论卷四十七啊，他写的多一点啊，我们就参考啊。卷四十七，他说啊，分别什么叫做首楞严啊？前面是一样的啊，就是首楞严三昧者，分别知诸三昧。形象多少深浅？如果声闻的话，禅修的话，那么禅修最主要的就是两个，那后来有变成所谓的五停心啊。那最主要就是两个，一个就是安那波那，一个就是不净观。好，那比如说安那波那，那安那波那是比较多人禅修的了。那你要知道，那什么叫做安那波那？它就是出入息，出入息。那么观呼吸，观出入息，那、啊、怎么观？好，那习长之习长，习短之习短，啊，那么要怎么观？那第一步怎么观？那观了之后呢？那接下来有什么境界？又要怎么观？那这个你知道，深跟浅，啊，怎么下手？那遇到了要之后要怎么样？那么知诸三昧形象啊，就是它不一样啊。比如说不净观要从哪里开开始观，啊，那么从取实施的实相开始观，啊，然后比那很多种观法，比如说那么。你要观空三昧好了，那你要怎么观空啊？要怎么观无我啊？那这个无我是色受想行识，那你要怎么观这个色？色是空，色是无我，那从无常开始观。哈、啊，你想啊，怎么样观无常啊？那如果你执着的话，那先观不净啊，就是四念处，类似像这样。那这个整个形象啊，那么多少深浅？好，那这一些。我们都要知道啊，他说你能够分别了啊，那如大将蜘蛛兵力多少？所以他说菩萨得智三昧，诸烦恼魔及魔人无人坏者。所以你看，能够降魔的其实就是首楞严三昧，不是楞严咒啊。他说菩萨得智三昧啊，我们写在这边好了啊，因为我们虽然学佛啊，出家或是修行。或是学佛研究经典，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其实都是以讹传讹，
啊，像我刚开始学佛的时候，也是很多人跟我们讲，早上为什么要诵楞严咒？因为诵楞严咒可以降魔，啊，所以啊非常重要。那么假设有人啊，那么怀疑楞严咒不能降魔，那个就是魔，那就是魔要毁坏佛法，因为《面净华面净经》有讲啊，那么佛法要灭，从楞严经开始灭，楞严经要灭。啊，就变成了从楞严咒否定楞严咒否定楞严经开始，其实不是这样啊，这个道理不是这样。降魔最重要是大家没有佛法的智慧了，佛法就要灭。对于真正的佛法不能理解，对于相似佛法以为是佛法，这个佛法才会灭。这个阿含经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佛法是怎么灭的？法说非法，非法说法。是从这个地方灭的啊，他并不是说哦，你没有念楞严咒，佛法就会灭。如果是这样，南传都没有在楞严咒，他们的佛法怎么不灭？楞严咒大概是从清朝、明朝啊，大概开始流行的了。那唐朝以前也没有楞严咒，他为什么不灭？啊，所以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哦。南传的都没有在念楞严咒啊，他们怎么不灭？啊，所以。并不是楞严咒的关系，是所楞严三昧的关系。好，我们再把这个还没写完了。这书八章名将多少？这个一定要澄清啊，因为很多人都误会啊，然后认为拼命念楞严咒就能够让佛法住世，不是。你要好好学习佛法，才能够让佛法住世啊，好好修行佛法，才能够让佛法住世。因为佛法住世要先住在哪里？要先住在你的心里，你的心里面。要能够住持佛法，你到哪里，正法就到哪里，因为你就代表正法嘛。其实是这样，而不是你到哪里都带着楞严咒牌，都带着楞严经，然后佛法就能够住世，没有这个东西啊，不是这样子的啊。很多出家人都不了解，一定要好好想清楚啊。那我们看啊，他说啊，我们把这个就是这写到这里来啊，他说。这个菩萨得四三昧，诸烦恼魔及魔人。重点啊，我们说魔主要是烦恼魔，魔主要是烦恼魔啊，有四种魔嘛啊，五阴魔，那个苦啊，生死魔、死魔、烦恼魔，还有天子魔啊。那么主要是烦恼魔，因为烦恼魔会招感天子魔。那如果你没有烦恼，天子魔与没有你奈何啊，就好像很多魔也要干扰这个佛啊，但是佛有正觉，不受干扰啊。基本上能够降魔的就是什么智慧，不是哪一本经、哪一尊佛、哪一个咒，就是你的智慧。你拥有如佛般的智慧啊，基本上是这样啊。就诸烦恼魔及魔人啊，就是天子魔了。那一般人其实也不是天子魔干扰，都是鬼神干扰。一般的人有时候他有些打坐啦，或是他修行用功，其实大部分都不是天子魔。我们说过是六欲天的，他化自在天的啊。那么这个天魔干扰啊，通常不是，通常都是鬼神，跟鬼神相应，你的心直取跟鬼神相应啊。那么鬼神干扰的啊，那么你要能够不跟鬼神，就是修行比较没有鬼神或是这一些干扰的话，通常有四种啊，大家要记得，就是第一个就是你要有持戒很清净啊，那就好像你穿着很坚厚的持戒，那个战铠一样啊，那个刀枪都刺不进去啊，啊，就是贪嗔痴的这个箭射不进去啊。那么你持戒，虽然你智慧不大，定力也不够，但是你的铠甲就是你的武功没那么好。啊，那么皮肤也没那么厚啊，但是你的铠甲很厚啊，那这个就是你持戒很严。虽然你过去有冤亲债主啦，或是有人想要干扰你，干扰不到啊，这个是一个。一个就是你定力很强，因为一个修行人要会受干扰，就是他心要先动，心要先动啊，所以心动就为魔所缚嘛，就阿含经讲的。你所以一般鬼神要干扰你，或天魔要干扰你，要让你的心先动。
那他要让你的心先动，他一定会第一个，他有两个，一般就是威胁跟利诱。他第一个让你害怕，第二个让你生起贪爱，啊，然后基本上是这样啊，基本上是说，他会先让你相信他，让你相信他什么呢？第一个，他先让你相信他，我比你厉害。那你要先相信他的存在，确实有魔，确实有鬼，确实有什么，确实相信，就是你要相信他的存在。所以他第一个就是会让你看见他，让他相信，或是听见，或是感觉到，让你相信他的存在，这是第一个，就是要先信了。第二个，要让你知道他比你厉害，他可以给你利益，他可以帮助你，也可以伤害你。如果就好像我们看见一只老虎，为什么会怕？他会伤害我，他比我厉害，他会咬死我，我咬不死他。那你看见一只小猫，你为什么不怕？老虎跟猫都差不多啊，你为什么不怕？他伤害不了我啊，对不对？那所以通常你要记得哦，其实我们修行都会遇见，有时看人啊，看人的善缘，有时候多少会遇见事。那你要知道魔是怎么干扰人的，那么通常要你配合啊，你不配合他干扰不了你哦。那除非你跟他过去，就鬼神也一样。除非你跟他过去有很深的业缘关系，好，好，那么这种第一个就我们说，第一个你要是持戒很精严，他基本上铠甲很厚，他基本上伤害不了你。第二种就是你的定力很深，你对这些境界不以为意，你不受他影响。那一般的人都会受影响，那多数的人，他通常啊，第一个就是他相信。这个鬼神魔的存在，啊，他在，他不在，你怕什么啊？他在，而且他相信他的力量比我强，他可以伤害我。为什么有些人会怕鬼？啊，现在超七月超度很多，有些人为什么会怕鬼？照理来讲，鬼是弱势的众生，鬼道是弱势的众生啊，鬼是弱势的众生，弱势啊，弱势的，为什么？三恶道是没有福报的嘛，烦恼重的嘛，福报比人差的啊。啊，照理来讲，他应该怕人，啊，但是他有些鬼道也有福报，有些人没什么福报啊。他因为业有两种嘛，啊，一种就是你可以升到这个人啊、鬼啊这种叫做隐业，一种就是满业啊。那么就像大象虽然业报比你差，他升畜生道，但是你跟大象打架，你一定是打不过他，啊，老虎打架你打不过他，因为他有一些威德力啊，那但是他没有办法做人啊，类似像这样，那所以他还是有一些差，这个叫满业，圆满不圆满的啊，隐业就是你到六道里面的，那这两种业啊，有强有弱，有强有弱，啊，好，那通常鬼是弱势的众生，那为什么假多数来讲，鬼是怕人的，那人为什么怕鬼？假设他心里面开始怕的时候，那么他就怕了，就像打仗一样，一百万个人可能因为害怕会被10万个人打败，啊，甚至是1000个人打败，啊，他通常就是这样，啊，所以你必须要对佛法有非常强的信心。第一个，你必须要非常强的信心，你不怕他。那么这种信心来自于第一个你自己实际修正的经验。啊，比如说你持戒，你就无所害怕，啊，那你有福报，你也没有什么害怕；你有智慧，你也没什么好害怕；你有定力，你也没什么好害怕。问题是你什么都没有，又觉得自己，然后你又觉得他很强，然后你就会因为他而产生害怕。那么一害怕，他就趁虚而入。鬼道众生基本上都是趁虚而入的。那么就好像那个小偷等你家没有人的时候他才进来的，等你心没力量的时候，那个虚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力虚体力，所以你老了病的时候，那你很容易被干扰，啊，但是这个还不一定都会这样，就是你力虚体虚啊，体力，那么最重要的是心虚，心虚怎么会心虚？你害怕他，
他就心虚了，或是你做过一些不好的事，你心里面自己会联想过来，哎呀，或者是什么报应什么，反正就是你这个心虚，心虚他就会趁虚而入。如果你的业缘不好，如果你的福报不够，那么你很容易被他趁虚而入，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哦。好，那 我们是顺带讲，啊，因为其实很多修行人会有这一类的问题，啊，那么会怕鬼，怕鬼、怕死、怕黑，好像怕很多了，啊，就是你会怕很多东西，怕战争啊，怕瘟疫啦，啊，怕死啊，怕鬼啦，啊，反正你就是不怕，不知道佛法。你一知道佛法，我告诉你，你对佛法有信心、有智慧，其实这些东西它都是业缘的。你知道怎么避免，遇到了怎么处理，啊，没有遇见的时候怎么预防，就好像我们预防烦恼一样嘛。没有烦恼的时候怎么预防？可是你不能保证你一直都没有烦恼啊，境界来会起烦恼。好，那有烦恼的时候要怎么处理？那你处理也不能保证你一直都处理得很好啊，处理不好的时候应该要做什么？那这种东西是很重要的。那么其实它这个就是一种烦恼嘛，啊，好，那我们来看啊，菩萨得四三昧啊，就是首楞严三昧哦，啊，现在我们要稍微就是讲一下首楞严。那么诸烦恼魔及魔人啊，其实就是天魔啊，但是多数都是鬼神啊。那我们刚才还没讲完啊，就是说通常鬼神三应主要有四种。第一种就是你持戒很庄严啊，那么他伤害不了你啊。那么第二种就是你定力很强，你不为所动，不容易为所动啊，那么他也伤害不了你，因为他要动你，一定你要先相信他的存在，而且相信他比你强，相信他可以伤害你，或是相信他可以给你利益加持你啊，那这个你心信他，而且自然跟随他，那么你就怎么样？这个时候你的心是虚的，他可以趁虚而入。第三种啊，就是你定力强，你定力强不一定哦，但是定力强基本上鬼的定力都没那么强啊，除非那种大力鬼了，大力鬼连舍利弗都打了，你看《阿含经》里面有一个大力鬼啊，那舍利弗在那边打坐啊，他不晓得跟他过去有什么因缘，不晓得他看到他很生气就打他，那舍利弗只是稍微头痛一下而已，啊。那个也有，啊，但是很少很少啊，非常少。所以你定力强，那定力要看你到怎么定了，啊，那第三个就是你的智慧很高，这个是根本。如果你有很高的智慧，那么一切的魔不能障碍，烦恼魔及魔人都不能障碍，就是你有很高的智慧。那么首楞严基本上就是你有种种的方法对治种种的障碍。啊，那么种种的法门对治种种的烦恼，八万四千法门就对治八万四千烦恼，啊，其实是这样。好，那么诸烦恼魔及魔人，无能坏者，啊，无能坏者，所以真正降魔，像释迦佛在菩提树下降魔也是这样，依他的戒定位五分法身。那么降魔的并不是他连人言做降魔的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那么无能坏者，他说譬如转轮圣王主兵保将啊，他用转轮圣王的譬喻来讲。那么三昧王三昧也是，都是用王，空三昧也是，也用王啊。好，那么这个是三种都是第一，都是王，但是他是主要是，如果你看其他的经典或论里面，他会讲到这样。那么主要是他分啊二乘的、菩萨的跟佛的。好，那这个是所谓的首楞严三昧啊，这边卷47。好，好，那我们再来讲三昧王三昧，这个基本上是在后面的了啊，但是我们把它拿到前面来讲啊。现在讲三昧王三昧，我们要记得。首楞严三昧就是蜘蛛三昧形象，好啊，写在这里好了。那跟三昧王三昧有什么不一样呢？啊，我们看一下三昧王。三昧王是一切三昧悉入其中啊。他说入三昧王三昧，就是他应该就变成是说，你得三昧王三昧，你就是证得一切三昧啊，你就是你能够得一切三昧了。啊，那他只是蜘蛛三昧的形象，他怎么修？啊，好，
所以他这里讲他说三昧王三昧，这里是十地菩萨入此三昧，从这个自论来讲，十地菩萨才能够得首楞严三昧，十地菩萨住三昧，首楞严三昧，那佛住这个是佛，那从般若经典来讲，十地之后就是佛了其实是这样，所以十地菩萨可以变现作佛，可以变现作佛那这个是有关于三昧王三昧。那另外讲这三个的何等是三昧他说一从空等三昧，从空就是空三昧等空无相无作就很多等三昧，等三三昧，空无相无作空主要是空乃至首楞严三昧，乃至金刚三昧，首楞严是菩萨三昧乃至金刚三昧，这个是大智论里面的乃至金刚三昧那么它是集它其他的阿罗汉辟支佛三昧。那金刚三昧跟空三昧是一样的，刚才讲空三昧可以入无余涅槃，那金刚三昧也是一样金刚三昧大智论的解释说能破一切诸法入无余涅槃那不受后有，那跟入涅槃是一样就是这个都是，那么就是从三三昧，主要是三三昧然后乃至金刚三昧那么这是阿罗汉辟支佛三昧然后第二个观十方，他就在解释三昧的一个不同第二个是观十方佛三昧，其实就是般若三昧，观十方佛三昧乃至首楞严就百八三昧里面主要的观十方佛三昧乃至首楞严三昧，所以你看那个法面净经就讲这个其实就是般若三昧，其实就是观十方佛现在前三昧乃至首楞严。好，那你看你看那个法面净经里面就说佛法要灭，先灭什么性？般若三昧经跟首楞严三昧经跟首楞严经，他其实讲这个就是没有菩萨就菩萨三昧没有了那声闻他基本上因为声闻入了无余涅槃他比较没有倾向要度化众生嘛，那菩萨是要努力度化众生，教众生修的，那声闻是他自己修解脱就解脱了那么如果你听就听，不听我就算了，我就自己涅槃了，那菩萨不是那没有这种发菩提心的人，佛法渐渐就减少了，那佛法就会灭那就是没有菩萨了，那么反正你爱听就听，你不听以我也无损嘛我自己也是解脱我管你们那么多那是你自己受苦但是菩萨不是这样但是菩萨要教人，不是说你来拜佛你来学佛你来皈依你来道场做义工反正这样就好，没有，这样是对于你真正学佛没有叫做真实利益你那个就是表面的短暂的一时的利益，他要佛法要给你的就是真实究竟圆满的利益。那我们现在就度众生好像说就让你来学佛拜佛，让你来做义工让你来参加法会，那这样就是度你了？没有，不是你真的要利益众生，你想想嘛， 你这一生在这样的佛法里面你得到什么利益？你好好想这个问题吧。你自己学佛几年，你在这样的佛法氛围里面你得到什么利益？你身心安定了吗？很明显不安定。你身心清净了吗？很明显不清净。你明白世间一切的道理吗？你对一切境界不执取吗？明显会执取。你有离欲清净吗？明显没有。好，那你得到什么利益？那所以你要了解佛法，你所学习的佛法带给你什么利益？你要了解这些东西那如果你现在所学习的佛法并没有带给你真实的利益，你有没有信心说我这样学我像解脱，我这样学我向善向上向解脱？你有没有这种肯定？有没有这种把握？有没有这种信心？
如果没有，那你怎么可以说，那你跟着我的学，你就可以得到佛法的利益？什么利益？没有。这一点一定要好好的想，因为我们不是、啊、懂得很多佛法的知识就好，啊，然后就是啊，我们能够在佛门里面安身立命就好。你的心，你的身在佛门里面，但是你的心在怎么样？在外道里面，在生死里面，在烦恼里面，你没有得到佛法的真正甘露、清净、智慧的功德，你没有。那这样其实是看起来是佛教徒，其实是外道，啊，看起来是要向解脱，其实是在大海里面还看不到边，啊，不知苦之本际，啊，这《阿含经》讲的嘛，一切众生无名所缚，爱解所系，不知苦之本际。苦边在哪里？看不到，还不知道啊！我们把这个写完就好，啊，先把这个写一下。好，这个是啊，那么从观，这个是菩萨的三昧，这个是声闻阿耨僧的三昧啊。另外第三个啊，从断一切疑，这佛的三昧，从断一切疑三昧，乃至三昧王三昧。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三昧王三昧。然后所楞严三昧，然后他诸佛三昧是从断一切疑啊，一直到啊三昧王三昧啊，然后所楞严三昧，然后这里是空三昧，好，那主要就是这三种，那这就是比较完整的说啊，他是这样讲啊，就这三种。好，我们先下课。